啊，艺术路先读出来吗？我艺术路先读啦，啊，你若无爱开，则卖开啦。嘿嘿嘿，会啦，无我会甲恁遵循啦。会啦，好不好？好啦，好啦，我紧啦，唔是恁的问题啦，我知。嘿，是要开。哎呀，啊，无来要开唔开，咱唔知呀，安尼对无？啊，现在开第六次的会议哈，请秘书长宣读第五次的会议记录。原先议会第十八届第九次临时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30日上午9时47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人黄定和议员等32人，列席人员县政府财政处长林佳阳、财务管理科长胡淑兰、主计处长陈建新、决算科长林秋雪。教育处代理处长曾秋香、农业处长陈德兴、地震处长余连兴、民政处长邵志奇，府外单位审计部台湾省宜兰县审计室审计官监主任李义勋、审计监科长林淑丽、稽查监科长林志忠、审计吴建林、审计朱忠义、审计许淑佳等，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记录陈鸿谋。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签到宴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四次会议议事录，讨论事项：审议中华民国104年度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含户主单位结算及中计表、结算审定数简明表、税入部分本年度部分县政府主管宜兰县政府财产收入及自补助及协助收入值。大会决议依除本年度部分县政府主管宜兰县政府补助及协助收入，下午第六次会议继续讨论外，其余各科目均照审定书通过。二、附带决议：宜兰县政府将103年度应缴库之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实施平均地权基金，实现数5亿1140亿万元，用为编列104年度总预算之税入来源，遭审计机关纠正剔除改列，又未采取追减等相关应有作为，致造成年度预决算之重大短收，与是否明显未尽职责，建请审计部台湾省宜兰县审计室依审计法第69条规定办理。其他事项：审计中华民国104年度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时，依然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列入，并请县政府办理。散会，中午12时以上。好，各位同仁，我们的纪律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有意见。好，请说。未尽职责，明显未尽职责哈，建请改为应依。建请。应依。应该的应。依据。依据的依。依据的依，应依。好，那我们改为应依哈。好，那我们按照我们陈鸿谋议员刚才所修正的这个字眼这样通过 ，OK？ 有没有意见？没意见。边间通过，准理备查。好，那我们下午哈，继续来我们的会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安尼恁较侪时间通讲。啊，未使甲开除啊，啊嘛未使甲记过，拢未使。好，那我们请列席单位。来了，我们要开会啊！别人不想开会啊！啊，清点人数啊！咱来开就好了啦。好啦，清点人数啦，我来讲啦。你来讲讲啊，拢恁几个在讲啊，我拢袂去插的。哎，咱们搁归罪于原罪归罪我们，讲有过无过。你好。哇，时间弄掉了，咱的时间也袂当写到。对哇，啊，我是伫遮等的呢。我知。你们两位烤鸡甲等，五位啦，啊，另外三个也是，啊，我一日加广东门，无一日拜日面，系啊，我加拢是黑名单，广东门的黑名单，未啦，广东门我听讲，即马最近有较改善啦，没有改善，那是黑名单啦、啊。为了某个，安尼你看啦、啊，我看来继续哪行啦？因后，我知影是民进党团在开会啦，应该跟那个我们五党籍在开会，他们那边来的人这样已经够了。啊，因后未来进程，咱先开啊，先开先赢。好啊，无紧哦。安尼，那咩啊？你的出条表决，我若讲不予通过，就是不予通过哦，好不？袂哦。
表决的。哦，哎，阿罗啊，不要紧，来开始。表决的时候以现场为基础啊。无啦，这波表决啦，都会使个删除啊，紧啦。对啊，会使呀。哎呀，删除我紧哦！什么不会代志？删除买晒你啊，现在没晒。删除，决算买晒删除啊！你没有依法，那不是删除？赶快叫人家删除啊！有瑕疵啊！安呢？安，我才不要出去，你在边那吵。啊，我看我们先休息了，我来去催人哦，休息五分钟。所以你去那个贵宾休息室要吃咖啡啦。
好，各位同仁，请就座。好，我们现在请财主及相关单位列席报告台。啊，各位同仁哦，我是讲，安尼头都十几个啦，安尼，咱下头来进行继续会议，有意见吗？有意见，咱就来继续。好，我们继续下午的会议。好，我们现在请书记朗读，弄来。啊，农业处呀，好，请农业处、教育处。好，请先上列席。好，早上有被点到的部分哈，请先上报告台。啊，赶紧，赶紧。好，我们请书记逐项朗读。请各位议员翻阅到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的乙之十一页。县政府主管在早上讨论到补助及协助收入部分。搁到几页？在已知十一页的补助及协助收入，上午讨论到此目。好，地震处。那个这个是阿兰城哈，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补助经费，啊，它是单一个计划哈，单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是每一公顷，它会补助你那个就是1050块哈，1050万，所以那个纵使这个，因为在104年的时候，那个它的开发许可哈还在审议当中，所以呢。我们的工程规划设计跟那个发包就没办法执行，啊，所以那个农委会他就不给我们保留了。但是在105年的时候，他有又那个就是已经105年的时候，我们追加点预算的时候，又他又补助我们，啊，所以也是经我们的大会通过了，啊。啊！他就是他在当年度他就不没有拨经费就没有拨进来嘛，因为我们也没有发包，也没有规划设计嘛，啊，所以那个。好，江岩。为什么没有发包？为什么没有设计？为什么被收回？议会执行也通过了，这个案是，我想在盐山，虽然是在盐山乡，也是一个我们宜兰县一个示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土地重划。那个财主，我先搞的哈，在我们编列这个该笔预算的时候，我想这个预算。在里面编列一定是有相关部门，比如说我们要审查明年度的，今年年底大概你们几月份就开始编列，应该7、8月开始是收集资料，9月嘛，10月开始嘛，对不对？计划都要上了嘛。你的相关的业务单位都要收集嘛，集中到你们财主单位嘛，那代表这个案为什么会编列，一定有
之前应该有一些的前置，应该有它的整个那个环境的促成，才会有这种预算。那这样等等，等于就是说，在要编列这个预算之前，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来做一个确定，才会正式编列预算。那你这个正式的编列之后，然后呢，不管钱有没有进来，相关的不管你财主单位你有没有去追踪，然后再来是业务单位有没有去争取，这是都相对的。我看你们像这种4500万，然后整个都是零，财主这边家先说明一下啦，我到底先了，把这个事情原委说清楚一下。哎，主席，啊，邓议员，感谢各位主席啊。很明显的，就是说整个送计划的所有的各级处，根本就没有符合中央的需求嘛，不然怎么所框列的预算的结算数都是零，而且很多的预算争取到都没有超过50%。所以在这边本席要求哦，审计处李主任，这个部分哦，各级处哦该要怎么惩处，你们要有一个标准，一个机制出来。好，以上。好，请地政处处长先答复。那个农村社区土地重划哈，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做法，它分三阶段来执行它。第一个阶段就先期规划，好，先期规划，第一个先期规划里面还要征询民众的意见，好，拿到同意书一半以上才可以先期规划。先期规划完了以后，我们进到开发许可的审查。好，那这个案子呢？这案子开发许可其实我们有在拟，但是在整年度里面呢，第一个。阿兰城这地区，我们污水处理厂，包括我们跟乡亲的一个那个工程规划设计，好，在讨论的时候，在配置，他们认为很多蛮多意见的，所以开发许可，那个在104年就审了三次，啊，审了三次是没有，还是没有通过哈，没有通过，所以就是我们说经费都没有动支。但是江议员，您放心哈，我刚才讲的报告哈，它是7.7公顷，7.7公顷，因为它是内政部它已经核列的，在103年了，它那个就是农村社区里面的一个经费，它一定每一公顷就是补助1050万元哈，所以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年度你看，在今年度的时候，它虽然是在104年。因为我们开发许可没有通过嘛，好，开发许可没有通过，所以工程一些预算呐、啊、都没有执行。但是呢，他在今年5月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在1月，好，在今年1月的时候，开发许可已经初步讨论通过了，然后送那个就是行那个内政部预审，好，预审，那内政部有提供很多意见给我们，那我们工程。好，工程也发包设计，在10月底大概就是会细设会讨论审议哈，所以都会来执行它，好，都会执行。所以那个江议员，因为主要是他有分段的工作，开发许可完了以后，其实还有一个很艰难的工作要走，好，譬如说那个就是我们说第一个要举办听证会哈，这个是在整个法规里面，它是很那个就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它是由下往上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举办听证会完了以后，我们就还要再拿一次同意书。这同意书呢，你要给民众讲，哦，开发许可配置是这样子，他们分多少，哦，像建地的分多少，农地的要分多少，哦，所以都要给他们知道完了以后，好，我们就会问到这三位，问差不多一个几礼拜哈，大纲弄派。派一个周围人，就请安的这个最后，阿姨拜访大家遐乡亲，当起同意书。所以阿兰城这一部分呢，他已经通过了哈，就讲阮起的同意书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啊，那个土地嘛拢超过一半，所以这个物件，阮哩已经咧执行啊。那另外一个林美的那个开发许可呢，其实很早就通过了，但是林美那地方我们举办听证会完了以后呢，哈，那个来起同意书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共同共有的那些关系。权属非常复杂，好，非常复杂，啊，起码可以差不多细想呢，好细想呢，但是一土地已经过啊，
好，奇闻鬼啊，所以我嘛，这个林美这一部分，我们也都来执行，好，都来执行啊。所以那个江源，您宽心啊，这一计划，如果是我们真的到那个听证结束完了以后啊，真的拿到同意书，真正的进入到实质开发，内政部的预算是一毛钱都不会少的。好，各位同仁，对我们地政处长的解释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继续哦。啊，陈爷。处长，对阿兰乡那个开发计划案，土地农，我们预计我们县府的收入可以有多少？啊，简单。那个，包括陈议员呐、啊，啊，你拢安尼来搞社会哈、啊，讲好像都是县政府来赚钱，其实这个钱呢、啊，像农地存外一样，县府不可能拿一毛钱到县库里面来，好、啊，这不是跟兵营地方基金同款啊，所以这个管生公，一家用料时人营运人，那个阿兰乡啊，伊讲林美社区，他公共设施不足的部分，就拿这些钱。好、哦，来补助新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他们有污水操作的问题，的管生工业公共设施的管理维护的部分，都是用这笔钱在运作，好、哦，在运作，所以他不会拿到县库里面来。那我们要不要补偿水利会？所以我们要分配土地有多少要给他？有没有？这库里来的哈，那水利会用的大部分都是分回去给他们的。付了去给他们，原为是原了可能交或者了。对于这一方面哈，我不认同了，因为当初在水利计划的时阵，就是讲我在有那个土地的重划的时阵呐，是分配我们土地给水利会的。现在重新在检讨的时阵，不是回归渔民啊面，谁那个有水利会呢？安尼敢有你？所以我讲啥，你听有无？我得讲那个陈议员了，因为这课题跟我农村社区较无啥共款哈。啊，迄个这是你也讲过。以上电话是我也讲的。以上电话就分配我的土地去有水利会嘛。是是。啊，起码佮重新农地在重划的时候，哎，地嘛是要回归移民啊，对不？这是其实喽，应该是安尼吧。在宜兰县政府这里，过去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哈，北安管境中心家，管境中心家在开发的时阵。好，开过去一尊哈、啊，一个地震处哈、啊，有这几类动作，就是有一个很基础、很扎实的工作，就是同仁他把整个我们办过的农地重划区啊，你农田水利会，你阿未定位进行，你到底面积偌济？定位刷你偌济？你按那出海的这个比例啊嘛，对不对？好，就一个比例了。好，那区段征收在开发了这边呢，在开发的时候呢，即马困难征收。好，因为一个价值底下，啊，一个价值，你的价值吼，就是讲我来算出来，等你从化前的地价到底偌济，迄地该互你领，登记你的名。但是呢，民众所提供的，民众所提供的哦，可能有三亿块，你要交三亿块给我地较分给你。啊，后来那个就吕会长哈，吕会长讲三亿块可能我那杀别出来，所以讲啊，干脆一部分的农民提供的土地。好、哦，要登记给水利会的，他拿不出三亿多元来。啊，一共呢，好，就让你们去县政府去标售吧。这标售标完了以后，这些钱不是拿到县库里面来，冲到平均地权基金里面去，这是拿到我们的农地重划、宜园重划区的金。所以宜园农地重划区很早办的，为什么现在还有两亿多元或三亿元这钱在那边可以自用？哦，原因就是在这地方。没有，那么合理啊。这样合理啊，对吧？我干嘛在平均地权基金放在那边不得动之啊？我干嘛嘛是合理啊？要是那个从化区有需要的话嘛，都提出来用嘛，应该是啊。对了，这钱卖给我水利会。啊，你讲现在你要不要这样办理？水利会买不过跟你分啊？怎么办？现在是按我们宜兰县有这个例子以后哈，有这个例子以后。包括我们还不是跟他这样算而已，我们说我们的现任，我们如果一般征收，哈、哦，进修了哈、哦，一般征收用到水利会的土地，我马上就会来查出来比例到底多少，你要拨到各相关的基金专户。啊，金马利亚啊，那个大概是农委会就发生这问题了，可能那个第五建议嘛哈、哦，水利会建议，所以他们在93年定了一个，
定了一个就是水路变更为非水路，变更为非水路啊，将一要钱哦，他们就成立一个基金专户啊，基金专从93年以后，因拢得拢夹到他们专户里面去。但是呢，就说我们县政府或者是乡亲里面，他所一些一般的要建议的啊，建议你讲哎，这什么岗亭，这什么岗亭。啊，这像那个汉中议员讲有一条水路，哎，讲什么样有一条水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在六月的时候就建议给他们，好、啊，给那个水利会，由水利会动支这笔钱，因为水利毕竟那个水路工程的主管机关还是在水利会，所以由他们来改善，好、啊，大概是这样子。啊，基本上所以借了钱啊，将来现在都开始以后就没有说像我们说我们要求他拨到我们的各相关基金里面去。不然啊，这样不合理的。你拨的水利会是水利会讲的，啊，因无钱，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一笔经费在哪里呀、啊，还是恁知啊？到底可以没？哦，附带决议的。哦，陈议员。是啊，感谢大会主席。处长，我针对咱这个案啊，可是甲这从啊这嘛问题啦。新群遐啦，会拢水路啦，因即马。出本年唔肯予咱做嘛？哦，顶工介协调了后，伊即马讲这个工程会施做，爱由因农田水利会，因来设计，来发包。可是钱是咱宜兰县政府咱来支出。可是总归而言，讲倒转来，这个部分是因水利会的排水沟。食水沟甲排水沟，迄是因的困扰咧。啊，歹去的即个农水咯，拢因农田水利会的，结果拢卖工程的时候，因拢卖，钱都爱咱来出，安尼来着。我是认为这个部分是比较不合情理啊。啊，你对这农民要哪去交代？我、哦、这个部分你是不是都跟研究看卖者？哦，同款即中卫区的部分，迄是东车市的中卫，因做了无好，所以今仔个产生即个问题嘛。哦，啊，即甲咱管路嘛息息相关啊。啊，头我陈议员讲的就讲，即卖阿兰城即个部分未来的整体的中卫，哦，即个工程我就是讲土地因的，是不是爱都转互因？啊，伊也要甲咱分那咩啦？啊，像即个经营，像新群即个经营，中卫好啊。我们管理中委好啊，结果是当初时的设计，一做的时候做了无讲真完善，所以造成即马因即百姓、即农民要落种稻啊，嘛要落挂菜，造成迄高低差足悬的。哦，你像讲阿南城这个部分，这你要安那落好咯？哦，你解释一下好不好？谢谢。那个两件事情哈，哎、哦，跟江宇龙聊一起来。哦，江宇。我想。法是人在定的，法没有说，一个法定的，就好像是万年的一个法条。从早期的从化，到最近的龙水路更新案，或者是说七段征收案，我觉得宜兰县呢是耻辱的。那个时代是我们所有的农民，所有的农地，不管是农地从化、湿地从化，都是逃开上。都是农民，县政府也是完全没有一亩土地。结果呢，经过七段征收，或者是湿地重划之后，或者是农地重划之后，然后呢，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坦白讲，这些的农民都是所有的股东，你们只是一个专业的 CEO， 帮人家做一个规划，不管是农路、水路的设计，这些都是取之以民，要还之以民。没有任何水利任何的理由给什么水利会，他凭什么？凭空得来的。然后呢，我们去那征收，县政府执行不力，刚修个购书，丢人现眼。然后这个整个这个钱呢，就是留给水利会。我们认为说这样子一个法令，坦白讲是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老百姓。包括只要要求要抗这狗啊，较早这嘛是农民所提出来，
啊，都要搁交啊，使用权，都要剩下未，然后这样叫市价还要高，然后要做龙水路土地的要来分割，然后要过给水利会才同意，也不是他出钱做的，由农民自己智慧来做，这种荒唐到极点了、啊。宜兰县是造成沦落这种地步，有没有一句话“取之以民，用之以民，还之以民”？农田水利会是所有农民的，农会的农民水利会的会长嘛是选举，我不晓得他这种民意的基础为什么要践踏这些所有的农民。我刚刚讲这是一个非常事实的一个案例，我们宜兰县政府竟然让一个农田水利会让我们这些的农民这样子受苦受难，我们包括地震处也好，包括农会处也好，包括你们县长也好，毫无作为。今天刚好在利用这个结算来审查这个预算，又来一个市地农地重划，未来还是一样，同样的谋咒还是一样的谋咒，没有跳脱。我先给那的审计部的主任，像这种我刚刚说的，您认为你的看法呢？怎么来做这个纠正？好，感谢江议员哈。我们现在先请地震处长哈，你做的安尼较简短的哈，啊较重点的一个来解释的，是咪江议员讲安尼？讲到底，咱必须水利会咱家是大汉的，啊，够大汉。阿兰城农地从化区哈，迄落大概那水路在分配时，我的注意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哈，迄落我想，迄落大概是在这次的最佳减预算啊，以周为召集人。那个就是，林议员哈，他其实有个临时动议的哈，有我觉得决议附带决议，其实这个决议我们有把那个执行的情形也函复给议会。我希望哈，迄落议会甲管政府啊，拢爱赶快啊，坐在一条站在一条线上面哈，站在一条线上面。的管圣公关迄落，我们议会的决议给我们以后，我们就回去哈，回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地震处又再统计一下子，从1995年开始通给哈，啊通给其中呢，包括我们宜兰啊，宜兰那个省道以西的啊，那个就是市地重划，或者包括我们土地征收啊，土地征收，像这些类似情形，我们大概统计出来有大概有9亿多元。1995年，所以呢，我们就是把一些相关议员的一些建议，水路的建议哦，我的希望讲，你把它纳到你们年度改善计划。来改善，好，所以说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跟议会啊一起来监督那个就是农田水利会，对我们基金预算大概支用情形，你起码要让我们能够了解，好，让我们了解。大概以在这天的时呢，其实每年都会计划拢爱报农委会，啊付之我们哈，付之我们，但是呢，我们现在调不到资料哈。好，这是大概第一个迄个说明。啊，第三说明呢，打江议员报告哈。那个就是因为这是农发条例第37条啊，它规定农地中划线伊迄个登记的迄个水路啊，一定要登记给农田水利会。好，等一等。但是我们都有做这个后面的因应的一些作为啦，好，因应作为。啊，至于我们说搭牌啦这些问题哈，其实府里面包括建设处、包括公务处都有一些因应的作为。好，好，那我们继续请，请阿官咱李主任给你答好不？我们请李主任，针对这个部分。谢谢大会主席。有关江议员垂询这个，刚才那个，重划的问题，那当然以审议机关的立场，原则上来讲是，基本先是从程序面来讲的话，看有没有符合，一些相关法令规定的一个程序在走。如果他便宜行政，那个便宜行事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提一些纠正。但是如果发现说他很明显的发现说一些公平正义上面的问题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也会提出一些意见，然后来督促县府来讲，来做一个全盘的一个考虑，看怎么样的一个施政作为来讲的话，比较能够符合这种县民的一个期待。好，以上报告，谢谢。好，吴议员。
主任，我想请教你哈，刚刚我们的处长也讲了，我们很多一直很多议员都提到了，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农地重划的时候，做出来的水路，那当然对于本宜让这些的农地他们在耕种的时候，它有灌跟排的这个水路的功能，所以它就回归到这个它的原先法条上，它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农水路的一个设施，灌或者排，然后好了以后就把这个管辖权交给农田水利会去管辖。但是当我们在发现它这个农水路有问题的时候，需要施作或重设的时候，要请农田水利会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说没有钱，没有钱，好，管建物的来编这个预算来做。那对这样的一个预算的支出合法吗？不是我们，他这个已经拨他的这个土地已经给农田水利会了。当然，农田水利会是一个人民团体，你管不到他。但是我们现在回归到我们的预算面上讲，管建物来出这个钱嘞。这不能怎么来，咱来做。但是本于我们对于农这一些农田的灌跟排的这个功能，我要做。但是在法上面，这个站得住脚吗？请你说一下好不好？针对这个部分，处长啊，是不是这里一直叫你李主任讲啊？是不？哦，李主任。谢谢吴议员啊，这个垂询的议题来讲的话，我是比较不是那么了解，我可能要会后来讲了解一下实际的一个情况来讲，看看刚才提到这个已经交给水利会去做管理了，那如果说要去调整或者是有些修缮的时候，那到底是由水利会那一边来支应，还是由县府？这个我再回去了解一下，再跟吴议员来做个报告。现在明明已经是由我们县政府来编这个预算做，因为一共一波钱嘛，一共一波钱嘛，所以但是咱爱搁照顾农民呐、啊，所以无法度，咱都只有我嘛，杨义工、管建工，你都编预算，或者中央拿预算下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个语法上来讲，那旧法来讲嘛，这样合法吗？可以吗？以你这样的你我这样讲那个逻辑，那主任您了解我意思吗？我这个实际的话再去了解一下，或者是说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啦，就说民间团体有他的一些任务在的时候，然后我也许会配合政府的一些措施，他可以提出一些申请补助，那也许他是不是可以朝着这方面来去的一个程序来去申请？我现在目前也许是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是因为刚刚我们处长提到了，就是以法来讲，做好了这个水路应该给这一个管辖的单位，就是农田水利会来管。但是他管了以后，照你讲，一灌爱国看伊迄个有他的设施完善了不？但是现在不完善，那我们只好无多啊，那就干那搞那个编经费。但是这好像是说。本来已经给你了，现在你讲你我都管了，我都管管过来过边境会给你做我嘛是你个管，什么他要管，但是他没有办法拿出经费来做，那这样的话，好像又违背了我们原先把这个管辖权归到你身上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嘛？了解，对不对？是啊，所以照预算经费上的使用上来讲，好像是不对的嘛。好，江燕。主任，我看刚刚讲到的，你都没有一个概念。对。你应该了解什么叫做重划，不管是都市内或是农地。重划之后，这些的公共建设，好，你说那个水路就归水利会去管辖。农路的话，有一些是归乡镇公所，或者是乡道归这县政府管理。那你们这个管理单位？你只是管理，你不是所有权。然后他说要把这个管理单位变成所有权人，那你既然水路都是你的，所有权人是你的，也是交付你来管辖来做管理。那这些的问题，譬如说这些的维修管理或者是农民需求，
它本来就应该有一个预算的编类来做一个执行。那他们因为就是用躺赛的，就应付这些的民意代表，就说只一致没有钱。那没有钱之下呢，就由不管乡镇公所也好，或是县政府也好，相关都会来做一个农水路的一个改善。刚刚吴言的意思就是说，像这种编类符不符合我们审计的这种规定？那这样了解吗？了解。现在目前查到一个法条，就是这样好不好？那个李主任，等一下哈，黄建良也，我先讲的，同案吗？啊，我感觉水利会给现在给大家的感觉啊，不管是有做产不做产的啦吼，拢感觉水利会感受他无限的做大。真阿爸。哦，真阿爸。啊，迄个我拄仔听迄个咱迄个地政署处长在讲吼，伫迄个以前从化不管是都市计划，也是咱个另外什么农村乡村都市计划什么计划。伊迄个农田水利会土地，如果啊拄到咱定位了，伊剩余要分给农田水利会的土地，迄个土地伫迄个咱理会定位当中哦，可以做那个农田水利会分掉的土地啊，可以给他收回来，当做一个叫做农田重划基金哦，对不？那第93年了，怎么可以？法律的变更，给它变成一个水利基金啦、啊，农田水利基金。这里两个基金来讲，是不是农田水利基金是咱管政府咱这边通啊用的一个基金嘛？哦，是我们可以管辖的一个基金嘛？啊，你农田水利基金怎么变成水利会基金嘛？是不是安尼讲？所以我感觉法律是人定的啦。我感觉水利会这种。蛮横，而且啊，自我做大的感觉哦、喔。像最近啦、啊，最近一挂自来水用户，你知道吼、喔？伊将水利，将那个自来水管小小细分的这种，给它挂在一个水利会的排水沟顶管，伊即嘛蛮拢爱收租金的，一年拢爱收偌济？好像一米哦、喔，一米好像安尼爱收只要十几块的款。所以我感觉讲。他这个基金的问题啊，干不多，给他回归到93年前啦、啊。那农田水利基金，农田重划基金吗？这样都修法都会噻。李主任，这个为什么会修法修成这样子呢？就讲一个人民团体，一样东西要和咱作为农田重划基金才对了。所以我感觉李主任，这点这个修法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啊？借由我们重新再修法，过修改过回来，经过重划之后啊，农田水利会以前取得的农地哦，用东爱回归到咱农田重划基金来的，免要修理水利基金，因为即嘛农田水利会哦，伊唔知安怎怪咧，他现在好像都伊拢无钱啊，迄个水利会好像现在好像很穷的样子啊！开了了，也拢开了呀。所以今麦无虾米讲做最高啥，伊拢家己讲无钱，啊，小可就要收钱。而且最近有一个钱拢摕白位，有一个农民给他澄清了，伊今麦家用到伊的迄个水利沟，他的水利沟是长久啊，长久都没有整理的水利沟，啊，所以已经土已经吞起来吞完了嘛，啊，所以今麦改落一个公文来，讲虾米讲。你的水利沟爱给复原，爱给它施做好，啊！你讲这敢合理呗？所以我感觉水利会哦，水利会，就讲水利会这个单位啊，它应该不能做一个人民团体啦，应当看是不回归到县政府啊管辖之内，一个单位。我认为最近农委会要收回，哎呀，应当是要回归到公务机关，一个公部门的机关啦，卖一个。卖一个公法人啦，我公法人啦，咱管理袂到啦。好、哦，啊，医生。好，啊你李主任啦、啊，我看你安尼啦，卖搭好啊吼，搭好你嘛无多啦。啊，他这离开咱的预算哦，先过分去啊吼。我想，那如果讲一点钟嘛，你讲吼，我希望你呀、啊，吼，头拄阮议员所提出的这個问题哦，会法令吼，你需要去甲伊了解一下吼。啊，不能让水利会啊来驾临于县政府之上。甚至于讲，都今仔日因的工课歹做，
都靠管政府开钱来甲做。哦，这个有关于那个人民的利益哦，安尼拢想过超越啊！我想这里你内个了解较清楚吼，后几次的时候你再敢提出答复。好，啊，其他预算你还有意见吗？好，陈员。哎，主任，在这几个项目里面啊，农业处啦，那个各个局处啊，里面他的执行处的施工，他在年度预算的时候有框列这个预算，可是他没有送计划去到中央部位去申请，啊，你怎么去处理？主任，你对这个看法呢？好，主任，请答复。如果我们发现说，县府这个地方没有提计划，其实，是不是已经中央的部分已经发文下来，由县政府这个地方然后提计划？也许中央这个部分，就我们了解来讲的话，虽然是说年度刚开始的时候请他们框列预算，但是呢，后面并没有，实际上来讲。有一个提报计划的一个规定，然后要县市政府来去配合。有时候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没有一个依据，然后由他们来提报。有啊，早上有议员在提过嘛，就是说中央让你框列这个计划案以后，结果呢，在年度计划执行当中，在各个局处没有送这个计划案上去申请啊，结果这个案都无啊，无疾而终，零。哦，在这个单位里面都有。应当不是李主任你这边管的吧？你怎么办？应当是管政府这边。这边要处理啦，你跟我讲。对。当然，如果说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以我们审计官立场去了解，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提报，还是说？你知不知道里面有这样这个单位里面的预算有吗？我带去调，你知道吧？我目前所编的资料跟没有这方面，没有这方面。对，哪个局处举手？有啊，有啊，有人无？教育处、社会处、地震处，拢无？啊，我能点无？早上我听得这清楚，还是我耳背啊？我耳聋，我唔知我看无。办理强化原住民人才训练啊，补助重点啊。早上陈建林议员提供这个框列预算以后，你们没有在中央再申请啊？小处长，有没有？报告议员，那个早上跟现在在说明清楚一点，这个部分是针对体育署，他会针对优秀的体育选手去做遴选。那因为本县没有符合这样条件的一个，那当初为什么框列这个300多万的预算呢？在八月没有就没有啊，对不？啊，你们糊弄议会。啊，陈员，啊，那个处长，你可以确定说没有这样的条件吗？我可以告诉你有哪些，好不好？那你为什么不报呢？圆山国中的那个脚踏车全国第一名，那个你怎么不报？那个就符合这个条件啊，怎么会没有呢？那个不够优秀吗？好，请答复。根据体育署的规定，它的项目是田径、举重、柔道、体操、跆拳道、射箭、拳击七项。那田径都没有吗？篮球没有吗？都有啊。啊，篮球里边也有几位原住民啊。啊，你这个重点训练的教练的这个的那个指导费用嘞，我们现在要请教练都没办法请，就是这笔钱没有下来啊，你们不够用心嘛？是不是原住民的案子你们都不送？怎么会不是这样？你明明就没送啊，决算是零嘛，这要怎么处理啊？主席啊，这个发落一下，发落一下。你请坐。您这搭一科班的啦，为什么没上啊？什么原因啦？讲个清楚啊，不要这样模拟两可。为什么没有送的原因在哪里？说清楚。好，请科长直接答复。报告陈议员。
那因为除了这七项之外，那主要的那个遴选的机制还是在中央，他会在各个的重要赛事，他会派，他是委办给国立体育大学，然后他会派委员到赛事去看。现在连报都没有报，你讲这些没有用嘛？你有没有报嘛？今年我们有报。你这是去年的，你讲今年的。跟陈月报，就是去年十二月有陈月有跟我们指导，那我们就是尽量就是针对我们的原乡的部分，我们就已经指导学校那边。你那时候还没有当科长嘛，是不是？那时候有，那时候那个陈月有跟我们。我不是有拜托你吗？有，我们今年二月就已经马上报今年的了。我是指这个104年的。104年的没有报，因为他的不符合资格了。啊，没有报你干嘛讲说体育署没有核定呢？你就是没有报嘛。好啦，有唔对的所在，家己承认唔对，要安那改进咱倒下啦。阿麦一定死皮赖脸的，一定要跟人争嘛，未使跟人争。人这拢有根有基的。好啦，以后改进啦，好不好？哦，那从今年度开始吼，恁一定爱做一个详细要呈报啦。啊，那个代理局长。哦，这个部分一定要切实遵循啦，卖阁有这议员个，啊，阁甲恁点，啊，阁甲恁讲，安尼你才开始要做，啊，一个管政府的团队安尼，扩到到底拢无民主，伊红笑死。好，我们继续啦。是。哎。陈员。迄、那个，今仔日是结算报告，哦，审计室的那李主任伫遮，应该是因为伊这项啦，就是咱该问的清楚，哦。但这咱都总主性的是伫处理，今日针对的是审计报告伫内底，主任变来看，主任确实嘛，改进啦、啊、改善啦、啊、有效。啊，咱来，李主任这边爱甲咱负责，国家派来审计，看这个项目。啊，会长，我怎么讲你知意思？针对是伊啊，伊爱提改纠正啊，伊唔敢纠正，较讲嘛讲哦，改进啊，较处理啊，你来决定好啊，会长你来决定好啊。我意思是讲，今日咱是。这个104年的这个结算报告哈，这个是伊个，伊即马李主任拢甲咱讲哦，就讲啊检讨啦，我有虾米检讨改进哪落好，袂上啦，总体是袂上啦，看伊要哪处理，伊即爿个讲较明确就输个啦。好，李主任。好，上伊监察院派来，啊，干我咱个上监察院啊，再签签嘛，我咱上李主任上，甲上监察院。好，李主任，请你答复针对陈员共这件的，等等，赶快来哟。好，黄议员。好，李主任，请坐。管政府的财主啊，甲主计也占了很重要的比例啦。恁当初伫编这个预算的时阵，财主主计拢会坐伫边啊，看讲因当过去的流量执行力偌济啊？唔是咧，尤其是教育处啦，恁那个掀起来吐血啦。哎呀，预算弄较济，啊嘛弄通过啊，啊执行起来20%、30%，啊无就0%，啊无就50%，安尼尔，安尼敢会看哩？啊恁伫审的时阵，裁员这么拮据，啊主计处那个财政处也这样子放任给一钱一直给他，不想办事情的局处。基地都变好伊嘛，吼，想要做的人去做嘛。啊，主计，我们县政府的主计处长都没有尽到责任。我一定讲了真丢啊！我们县政府自己要检讨啊！啊，你们两个控管在控什么管呢、啊？啊，等一下你们两个一起说，来说明一下。啊，吴议员。李主任呐、啊，本来我不想站起来讲话啦，因为我原先都是在一组的这个委员会审预算哈，看到教育处的这样的一个预算短收的，不是500万、400万、600万，有上千万的，还有60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超短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不晓得当时我们在审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怎么样子。一直说要让他过，真的，我们常常说教育处的这个经费是有限，所以我们真的也很舍不得去删、去减，因为让我们宜兰县的教育能够更好的话，在预算上面我们要鼎力的支持。但是鼎力的支持的结果，我们看到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主任，按照我们的这一个预算跟决算的这样一个的状况，你认为在这个我们编列预算的时候，我们财主这边还有我们教育处这边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改善，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来那么给我处罚了，我们是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才是，麻烦你说好不好，谢谢。好，那李主任啊，我现在是说这样哦，刚才我们几个议员给你提出来这部分，就你的现在的立场哦，应该要做怎么样的处理，我刚刚你讲一下吼，较明确一下，啊，让我们这些执行的官员哦，才有所警惕，要不然你不痛不痒，像刚才陈主任黄议员讲的，啊，对吧？啊，我改进啊，我安怎，啊，拢完全无一个动作哦，无一个给恁一个肯定哦，啊，他们还是一混就过关，这样不好，哦，那请李主任，哦，较肯定的答复。哎，注意嘛，主任。拄仔你讲就是讲因为而不为啊，对不？不然他说因无啊，因框列这个预算干嘛？啊，这样严重是讲啊无啊无，这没有这个不符合规定。啊，到底什么原因？是因为而不为的时阵啊，主任，你这边要哪处置？对不？好，我们请李主任一并答复。在整个税入这个补助跟协助收入这个部分。预算数来讲是当初中央有一个就是给全国的各地方政府去框列一个预算，那当时的一个也许一个规定来讲还不是那么一个明确，那就也许是不晓得县府是怎么样一个提报方式的一个预算数，好，我不是那么的一个清楚，但是如果说后来中央这个部分下来的一些作业规定，跟实际上他目前依照这个作业规定去提报计划，跟当初框列预算有一些差异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执行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不可抗力因素所产生的差异，我觉得以一个县政府来讲的话，应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在年度执行过程当中要在历次的一个追加减预算来讲的话，要充分的一个去表达和揭露，让大会这个地方去了解说实际上的一个问题点在哪里，而不是说到最后来讲的话，到最后各位所看到的决算跟预算书来讲的话会落差这么大。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再就几个这个预决算的一个差异或者是比例比较高的部分，我们会抽选一些案子来讲的话，去看它实际的一个办理情况。如果是人员的问题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审议机关会严格的监督，看看有没有一些人员疏失来进一步来苛责。好，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同仁，阿内博啊，江议员，主任，我看你也是在糊弄议会。从最近几天的审查，你对议员的答复，坦白讲，你也都是一直在糊弄议会。这个都已经事实了，而且经过你们审计也审查过了。你应该今天要把具体的，比如说他的计划案是因为延宕，是因为行政的疏忽，刚刚那个教育处代理处长所答复，我真的听不下去了。他应该对于他的相关的业务，比如说哪项可以申请。尤其各科室都要了若如掌，哪些可以申请，哪些不能申请。刚刚说的哪些是不符合规定，我觉得真的是当议员了，真的是汗颜了。宜兰县是一个非常财政非常拮据的一个县市，好不容易中央给你框列预算，因为你的执行不力，因为你的功课做得不好，因为你的行政疏忽或是怠惰，造成中央的这个补助归零，难道都没有责任吗？让你这轻轻一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提醒，我们要怎样？要注意。下集打个文章打个那个游戏啊，我们是要用行动来付之行动，这样的执行力，这样的行政团队，是误我们宜兰县民的。尤其在整个教育方面、体育方面也好，要争取一个几十万啊，国手要出国，
咱无钱，好不容易训练出来，什么都没有。我不想你们在座所有你们审计，你们也都是拿中央的，是一个公务人员，你们本来就应该奉公守法，要该执行、该检讨、该法办、该就职，这些都是你们的权利跟义务。而今天不是说我来议会五天过了，糊弄过了就好了，时间换取空间。坦白讲，对我们做议员来讲，我们也是有责任，我们认真来审查你那个教育相关的单位的预算，不管哪一科，都是那科不能删，哪一科不能删，结果到最后糊弄，完全没有申报，没有提出计划，不符合规定的预算，竟然也可以宽列在里面。而且看你们审计毫无作为，早上为了要决议送监察员好，你就面有难色。大家都有职责，我希望主任，你是来派来监督我们宜兰县所有的公务人员，不管他在军会的执行要奉公守法之外，他的工作的能量，他该做的有所作为，也都是人民纳税人的钱，领纳税人的钱，他应该尽一份，他该做一个公仆的角色。大家都是语重心长，我们希望下次在整个预算面跟你的审计方面，希望下一次在我们议会定期待会之前，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所有预算数，然后实说是零的部分，希望你能够照册函送给我们议会。好了，黄定和议员，主席啊，我都要讲，请管政府不能置身之外呀、啊。两个人坐你遐，财主、主家、主长，爱起来讲啊。审计室李主任也真可怜啊，替咱倒看，甲物件、甲问题拢甲揪出来，对无？揪出来之后，管政府煞并无代志，始终要做就是管政府嘛。啥那钱你控管，会安尼丢啊捞丢丢变出去，无要紧。啊，主家伫边啊，啊拢无要紧，那个很不正常啊。这边医生的时阵都要知道啊，去年执行怎么样，前年执行怎么样，啊，今年爱小心无？无啊，啊，因两个无讲，相信讲民国1806年，赶快过来变出来。好，那你请坐，我们请那个财主啊，看什么人要先讲，针对未来边，咱来个改善啦。过去咱都已经过去了啦，哦，请财政处长得先讲啦。您两个人都要有监督的机制嘛？是，那个有关各议员所提的那个针对有一些计划型补助哈，或者是那个没有到位的这样状况哈，我们大概有分成几个，当时有在跟主席说有分成几个观念在看的。第一个就是说，大部分有很多的也是就是说很细项，然后跟中央去补助的时候，他叫你框一个款，到最后都没有下来，也有这种状况的哈。那这种状况的话，主计处那边大概最后也会发一个函到教育部相关单位去。有这种状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状况是不好的，因为对我们在实际执行上是有问题的哈。这是一个太阳。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是假设，有一些是因为是各单位执行不力哈，或者说执行上没有那么的完整的时候，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在预算上面哈，预广在106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跟教育处这一部分，因为教育处他们业务真的也是很多哈，我们在业务上在跟他们在盘点的时候，在预算执行上面怎么去执行的部分，我们有跟他有多处的一些接触哈，那有在预算上有一些给他们一些，就是说大概先从控管上面去，然后提高执行力这样的方式去做哈，在106年度我们有跟教育处去这样子去做一个盘点，所以大部分大概有这样子的状况哈，有跟教育处，然后第二个就是跟中央这部分，我们也会去争取。好，以上。好，主席。那个主席要各位议员哦，有关那个各位议员啊，针对我们就是说补助收入没有要到的关心哦，在这我大概做几点报告。有关执行力不足的部分，其实我们在每个月的重大工程汇报里面，其实都有针对一些重大的工程啊、执行率啊都有列管啊。那主席也针对说有一些执行率比较低的一些单位呢，其实都有在会场上大概都是有点责骂了，骂就是说，其实开那个重大工程会议的话，其实一些单位的话，其实
如果执行力不好，其实也都被指责得很凶。这第一个。那第一个的话，我在想说，未来呢，如果说执行力比较低的呢，我们是可以列入说整个我们县政府里面各单位考绩甲等的一个比例哦。那如果说在那个单位里面，可能针对这个比例呢，如果这个人在那个单位里面，又是因为这个人导致说执行力低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就个人的考绩里面来作为考量哦。那另外一个呢，在就是说从105年度开始，其实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我们宜兰县政府的资源有限哦，所以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确实是有按照各单位的一个执行的情形来编列预算。比如说他们提出像我就记得有几个计划，他大概执行率大概截至目前为止可能比较低，可能是达到50%。那他如果提出100块的那个预算的话，其实我们会根据他的执行的情形呢来给他编列预算哦。那接下来就是说针对那个如果个人人为疏失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到时候提报那个我们县政府的一个考绩委员会啊，来看由考绩委员会来看说给予那个这个人员啊是不是要给予适当的惩处。这个大概就是就那个预算执行面的、啊、几个比较那个建议大概在此说明。好，我看呢啦吼，咱的这个部分啊要求啊咱主计处啊包括财政处这边家一定要齁、哦、按照我们的财务执行计划来对。你想真简单的部分啦、啊、确实讲这个部分无多通出来，咱嘛有一关最佳检预算啦、啊、该怎么样处理的部分应该要做适当的处理齁、哦、啊嘛希望讲未来的这个编列预算的时啊，优先将他们的执行的能量他们的多少来做于裁处。哦啊，看到底预算要好也无，啊，伊都执行不力啊，你搁钱好诶，对无？啊嘛，请咱诶这个哦啊，这个新界处这边者吼，请李主任啊，针对卖客气，哦，那是针对讲啊有违反着啊你诶这个监督诶啊诶这个机制内底啊无符合诶部分啊，应该移除就要移除，该转呈给上级啊来做移除嘛需要。卖客气啦吼，我是讲这个案呐、啊，咱就搁这案呢，好不好？那有没有意见咯？啊，阁有。我提个议哈，那个因为过来11月要搁算审预算了哈，那也请财主这边，把这一次的结算这边入那个税入的这个补助协助的收入的部分，他这个超短收在100万以上的。都能够把哪一个单位信目是原因是什么提供给本席哈、哦？好，你有记录。好，安尼无咱那个过介绍好不好？继续。好，陈员。在整个预算在执行的时候，在年度预算呢、啊，比方这类框内，在中央政府框内以后，按、啊、你的月报季报嘛，你的月报季报，既然不能执行的时候。是不是在追加减预算的时候都删除？就要处理嘛，你也给删除掉嘛，不会造成这种情形发生啊，对不？啊，你用执行力比例不高啊，啊那现在审计室我也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啊，要是说他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现款他变得比较高，一坑低啊，结果呢，在追加减预算的时阵啊，一个追减起来，啊，再来铁接的做裁员，另外再做别的地方的裁员。啊，你那么爱注意这一点啦，吼、哦！他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现有那管款的时阵啦、啊，伊个这个不会到动支的部分，伊个编个管哦，无需要。结果呢，在这个闭环的时阵，伊把它追减下来，再用别的地方去做裁员。啊，要是中央管，他就没办法、啊，是不是嘞？所以讲，我审计室你这边主任，你这边要去留意一下。啊，我希望讲，既然中央让你亏列预算。框列这些预算以后，你哪没办法？你季报你各个单位应该很清楚嘛。啊，你从全国呢在教育处这边，无啊无你就甲追减掉嘛，是不是这样呢？啊，咱财处有困难吗？啊，没有困难吧？我是讲在这我们做这个决议的时候，那个预算的审查时，那嘛是要建议那一种。我希望讲在审计市场这一点，你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有关的我们相关单位哦，刚才陈议员所谈到的，这拢是真务实的哦。我希望讲各单位一定要按照安尼来遵守。好，那我们预算继续。捐券及赠与收入
决算数485000元，决算审定数同数比较增加485000元。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通过。其他收入预算数4,7871万元，决算数4,6345万5000元，决算审定实现数4,6121万2000元，保留数220万2000元，合计4,6341万5000元，比较减少1,529万4000元。杂项收入有没有意见？好，黄议员。好，那个秘书处那个要说明一下。250万这个，还有那个财政处那个烟品那个说明一下，这个执行力怎么都这么差？还有那个红果建设那个也说明一下，那个是建设处，好，三个局处来说明一下。好，财政处先说明一下。八位主席啊，感谢黄议员提问哈。那有关这个案子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本来是在五节乡，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烟品的一些查获的这些东西，都现在是放在那个中心职场用租的一些仓库哦。那我们想本来运用那个五节消防分队去做一个仓库，那当时啊同仁就想说啊，就利用那个地方去做，所以我们启动一个规划案，想说那个地方应该可以做了哈，就那时候没有想到说这个建筑物已经这么的，就里面大概都不堪使用，所以经过去调查去规划之后，初步规划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哈，必须要结构补强，要很多的钱去补强，大概需要800-900万以上，好啊，所以我们进行到一半，发现在规划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样做显不合经济效益啊，所以那个时候经过评估之后，我们就没有把那个仓库再继续往下做。那因为这笔钱是专款专用，所以这个钱哈、没有用完的之后，我又回到我们的那个烟品健康券里面去哦。好，以上。好，陈汉忠也。啊，感谢大家主席。那个，我都财主哦，你讲安尼，我听无咧。你依据你们财政处的资料，一百空隙你们的这个收入啊，烟品界的收入啊。你当中，这个健康捐，这个撕裂烟这个部分嘛，你经费剩余收入这个预算数是354万2000块嘛，可是你的实收入仅有98000多而已啊，你短收了344万多啊。哦，另外刚才那个黄定德议员所讲的红果这个木业的股份有限公司啊。他缴纳五节住宅整体开发这类计划用地变更回馈金508,000元，这个结算数是零啊。啊，这点财政处跟咱建设处，我看你应该说明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们事先未能确认，就不该把预算送来议会嘛，是不是啊？你都上来以为心渣、啊，后来你又没有去执行啊？你们是不是在打脸县政府？啊，好，你这边的主席哈，感谢陈议员的一些指教哈。我就这个我们这个烟品健康捐这一部分哈，那因为我们烟品健康捐这个是收支队列，等于是专款专用。那我们当时是从以前年度的那个钱拿出来说要做这件事情，那因为这件事情哈没有经过结构的评估或者详细去做调查哈，是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所以是在当时本来是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的状况之下去，也因为你要发一个包嘛，规划设计还有一个评估嘛，那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是用这样子方向说，如果说这样做的话，一起把它做完，又可以规划设计施工。那因为我们现在在最初的评估的时候阶段的时候，发现说这边也用力了，好，因为里面要结构补强哈，啊，里面的结构很真的是比较破旧了。那我们想说这样子没办法继续往下做，所以后面的规划设计就不做了。那钱就省下来，所以我们这时候本来是要用以前年度的税入的钱是以前年度的钱是用350几万，没有用完，大概只用了98000多块，那剩下的这些钱呢都会回到专户里面去，没有去用啊，所以我们收入的部分只会用到98000块而已。好，我黄议员。98000块是不是叫人家去做规划的？对不对？
所以啊，为遮看出来就是便宜行事啊。你整体你甲看这间厝都旧旧啊，你要叫有建筑师、有执照的人去做规划啊，对不对？啊，你规划高1800万落去的时阵，你造了残空机拢未使啊嘛，啊未使就停掉，就不要编了嘛，对不对？没有。跟议员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是做了之后才发现说有问题这么大，因为他给我们评估之后哈，要发现要花大概800-900万去整修那个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就先来不做了，啊？这税入了。对对，税入，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税入本来是想说这个东西要用到350万。你先听讲啦，你先听讲。哎，整个案子用到350万。税入就是你要先去开900000币，没有，一起发包，我们是一起发包的。我们也想说这样子以后如果假设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做。我们继续就去做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结掉那个案子，本来整个案子发包是350万，2000这个挪一个包98000，哎，去做规划。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案子是352万是一起发包，54万、啊，哎，350万是一起发包的，是一个大案子哈、哦。那我们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才会继续往下做。那现在目前在评估前面阶段的时候做不下去。98000哪里来的啦？98000就是352万里面的，其中拿出来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原定是要开这个钱啦，对，原定是要开这个钱啦。看看我这个东西没做你啊，所以怎么停起来了？那354万的地址到位是填几票钱？怎么评估我们编列的预算嘛？就烟品从前年度烟品健康捐啊。你听我，健康烟品健康捐都七来的，这些的经费来这提拨出来。丢丢丢丢，三百五十三。总数是那些。对对对对，啊，我们实际执行的执行了98000块，那些。就是要去做这个东西，对对对对，还是啊，评估起来是要800000，被告，哎，8900万，做不了，对对对，经济效益做不了，处理掉，哎，我们就把它弄掉。好了，请坐，好，江岩，秘书处啊，秘书处请列席。你看收98000呢？啊啊，对啊，你看收98000。对啊，对啊，你那……好，你解释一下。10万，那你刚刚说的这实收为什么21万？那再来，我们有线宜兰只有唯一一台有线电视，这个利用这个机会了哈。我想那个基地台的问题哈，当然刚刚那个早上有个基地台的一些的预算，那宜兰有线，它跟台湾大哥大是一体的哈。那我请教一下，它这个电视那一块地是做电视的做一个事业，然后现在又加上台湾大哥大，然后它有基地台，那所有这其他的整个。不是归国台湾大的中华电信哈，远通什么远东啊，远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的收信啊，非常的，也多次请你们做一个协调，但是到现在毫无下文哈。我想这个有限事业体这么大，它又加上台湾大哥大，我想原先开始他们是说一个有线电视，后来变成一个。台湾大哥大一个公司在那个地方，那是不是基于这个因素哈？你现在每年编的预算，对于他们就是一个250万这个收入哈，那为什么这个整个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落差？一并解释一下。好。请说明。多谢大会出现哈。关于江议员所提的这个部分哦，先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报告哦，104年这个部分，本来我们在编列104年度的预算，因为每年 NCC 都会透过那个有线电视缴给 NCC 那边的基金里面，会提拨一个金额，大概是250万给县政府去做相关的运用。那当初在编预算的时候，因为NCC 的公文一直没有来，所以说我们就事先编了一个240几万的，然后在104年办理追加的时候，公文已经来了，就办理追加，再追加一个250万，总共是
470几万，那我们在执行这笔预算的时候，执行超过250万，就执行到260几万，所以说这个原本我们编的250万就会剩下220几万。对，就是说当初我们已经有先编了一个 NCC 要补助给我们的预算，然后在年度中的时候我们再办理一个追加中央 NCC 给我们补助的，两个去加起来，那我们执行都执行在差不多250万左右，所以原本我们已经编的那个部分就变成是说这个部分就没有执行到，就缴回那个专户里面。对对对对，哎，啊，都啊，迄个江源你讲迄个部分哦，因为现在其实 NCC 在针对那个有线电视广播法或者是广电三法的部分，还有现在财团化的部分，包括刚才江源讲的台哥大、远传、台湾之星，或者是亚太、中华电信这五个，因为财团化，包括那个，中华电信也好，或者是台湾大哥大也好，因为它对于基地台或者是有线电视或者是无线广播电视的部分，因为它跨足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刚才江源提到的基地台，因为基地台分属于不同单位在执行，那我们这边也跟建设处也好或者是计划处也好有做联系，未来在基地台的审核或者是申请杂项执照的部分，我们会严格把关。以上。的问题了，这个老百姓消费者的权益的问题，相对是权利义务，缴了钱没办法发挥功能，那这个会是会电会是不是，不管是这个手机会是不是要退还给人家？按照这个符合公平正义啊，收不到信号啊，这些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就是这每次开会，跟他嘎嘞，你听到不？我跳走叮当。啊，开会老婆开的时间都是，反正就是我行我素。你这个365天，好像只有议会当中，今天开几届会？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是秘书处，你是主管这个业务，那我看你就是好像使不上力。啊，唯一的一个电视台，你也控管的，几乎每年啊，台风啊，这个好搞仔，他的那个些的有限啊。掉落满地，然后有一些的该恢复的，包括有线，包括所有跟电台电一样重要，这些的恢复的情形，你了解多少？简单答复一下。你这个大会报告哈，咱这届洪灾从一开始我们在清理灾损的时候，差不多35000多户，那一直到昨天晚上。修复了2万多，剩1万多户还没修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有关咱的优线哈，断讯的部分，一天我们就是一天不已经要求那个联合有线电视公司要主动退费，如果超过10天断讯以上，那一整个月的收视费用要全额退还，那在下个月的账单就会呈现了。兄，好啦，好啦，这个加强了吼，啊你。好了，陈正南演。听到了，和平发展，和平发展发展厂这个吼，还佫一条这个。工商旅游处。工商旅游处这个。处长。这每年的，咱家偌济啊花莲偌济啊，咱家安那分的红。工商旅游处。处长。快点。和平电力公司2900几万，甲一个2600万，吼。建设处啊，黄国啊。会长，哎，是毋是顺续同齐和台湾港务公司100年年度盈利分配去同齐哇？建设处。好，建设处也请上来。建设处。好啦，主席。伊安尼乱的啦，你即个伊个其他，无你着迄拢叫伊拢黏黏的啦，以前年度的拢出者拢黏黏的啦，安尼唔只。啊，袂啦。即两条先互因了解者。什么其他收入啊？好，有关于陈正南议员跟邱泽金议员
所谈及的公里处这条生态线哈，好不好？公里处长，请您报告一下。哎，主席哈，那各位议员哈，那公里处这边报告哈，那因为每年的发电它是用实售金额来计算回馈金的比例，所以在103年度我们是预估当年度它的售电金额会多少，那104年我们可以预估它的售电金额是多少，所以最后我们估的那个是预算，最后它会用实际售电金额来拨补那个整个回馈金的部分。那整个回馈金的使用，好，目前原则就是南澳乡因为最接近和平地区是1500万左右，那剩下1400多万依据电塔数经过苏澳东山，好，这样子的电塔数下去计算做分配，好，所以这个金额实际上它就是依据实际售电金额来做分配。以上报告。现在是这样啦，大家已经都盖过了1500万，另外一个事，你们用电力条做主？电力条那个回馈金是环境的影响是南澳村的，譬如说所有的32个电塔700几万，台东10个电塔200几万，东山20个电塔470几万。海上的影响呢？迄个部分是酒精啦，伊是酒精就是。无，即马就讲要南落即块，赶快来分啊！安尼，这个部分我来和平电厂来个欢迎。哦，那个邱家经理，本身看是安尼啦吼，处长都接公里处嘛无偌久啦，针对海的部分吼，咱伫顶一处登记拢有讲到啦吼，所以我是认为讲针对。副议长所讲海洋这个部分啦，是毋是请处长你准备哈？伫咱伫新106年总议程的时阵哦，即相关的办案，我都来提出来同齐讨论无哈？安尼对整个海洋的受影响的部分哈，对人民造一个交代哈。啊，但这是过去的预算、决算都已经拢确定啊。咱要追求、要讲的是追求未来可能会面对的情形啦哈。所以我希望讲咱相关单位应该做准备，面对渔民也好、地方也好所提出的看法啦哈。你做一个准备，看要哪应对哈。在咱新总预算时，咱就该详细的讨论了。好，继续我们请建设处，恁那2800几吗？好，来，陈议员，工商处长哦，处长啊，顶届要就是讲海上要赔偿的代志，这个吼，所以以为甲地方才有伫甲聘请律师嘛吼。要进一步要甲伊赔偿问题吼，啊赔偿问题是大概就是讲，是拢渔会提起来啥？无那端无消息。讲所区渔会名义伫介拍官司，佮拍官司，啊你即摆主席，你讲单独的专家吼，你要安怎处理？这个程序上安怎处理的是吼？我讲这个代志的是，这是一年所有的损失啊。所以以为在即马即个北部即二三年会不哩济嘛，好比我来讲，我是讲即个案是毋是以你哦，那工商旅游处这边遮吼，要即个甲阮地方的遮的民意代表，啊，甲即个所区议会，是不是可以再个沟通一下？到底进一步到底是有法度通啊滴追讨啊？有当哎，还是所区议会要放弃啊？哦，到底即个案？无采讲，大家讲白鸡啊，白鸡啊，四鸡就拍人家嘛，讲要讨偌济，都讨偌济。更少，伊是好平，我认清的是钱也要好你嘞，伊毋是钱唔好你嘞。你要安尼讲什么？讲什么方法？你个提，要讲什么方法？你个提的是哦。我讲哦，这面钱要好你，你阁无在来提哦，这是地方一个损失啦。啊，我讲以这个案来是哦。环境部这边跟所区议会这边加，跟地方民代表，是不是可以跟聘请律师哦？聘请律师，或试试什么补，有什么方法？我们再进一步的研究看看，跟他打官司也要紧，看那个处理哦。以所区议员，看那处理送啥哦？啊，所加看那那和平发展政策，伊的反应什么款的？我讲这是公公讲，前面和你那个买无在提，啊，我就照旧的安尼送啥呢？延续到偌济？因为咱一年当天的损失不得了啦，损失当然不得了，所以讲
这个案哦，我希望你这么新的处长的时候，你头脑较好，看看啊，甲大家哦，管这民代表，甲所规划大家说联系一下来追讨，好不好？好了，好，我们继续请监察处。您到底2800几万红地带？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哈，有像那个港务基金盈余的部分2800多万啊。这个所有的建设的部分，这个是102年的盈余哈。那这个建设的部分，大家都有跟公所这边来做这个整个计划的一个协商了哈。那104年的部分，有一些费用是包括补助在这个公所的开辟相关的一个道路，还有其他的有关转运苏澳转运站的部分。你的详细计划，严格的资料提我阮顶上议员。哦，没问题。好不好？是。啊，迄内底有一个相当的规定哦，你袂使违背迄个规定，甲政工所30日，咱袂使。好。工所讲叫你去安怎就安怎，你第一年回馈一个人嘛，无你乱来。好，就演。我想请教吼，这102年的对不？咱是毋是对102年就开始拨港务运营分配给乡镇工所，给政工所？包议员哈，咱无直接拨公所，因那个就是整个都要在相关地区嘛，就提供他提计划过来，我们会做整个部分的整体一个讨论，然后到最后跟公所达成共识这样子。我你102、103、104，每一个年度分别和公所的专案到底有偌济相关资料，详细部分提供给需要政审委议员参考。好，啊过来哈，咱丁小毛你讲的哈。港务盈余分配部分有没有可能检讨一下这个分配的比例？渔业的部分，吼、哦，阮渔夫一定马上讲过，这个部分有可能讲，让渔业会当同款来享受到这相关港务盈余分配部分，同款检讨看下者。啊，咱你总以上再过来讨论。好，以上。好，请坐。啊，各位同仁，针对这个，还有问题无？好，那个黄议员，黄议员，黄定和议员。我拄仔头一就甲你讲啊，讲红果迄个拢也未解税啊。红果，建设处红果的部分。哦，马英啦，邓姐。好，跟议员报告哈，有关于红果木业这个部分哦，它是早期的这个丁变甲的案子哈。那当时内政部的这个委员会有决议哈，要缴交这个回馈金的部分。那当时的在法源上。因为后来的非都市土地变更法源上有回馈金要缴交到这个专管专用的部分，那现在都进到城乡基金里面。那当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编了一个这样子的费用。那后来在法令上的解释的部分，因为属于非都市土地的一个变更的影响费的部分，所以后来把这一笔的这个费用，因为专款专用的需求，所以它进到那个城乡基金里面，那数额是一致的，只是在本预算里面这个是没有的，然后是进到城乡发展基金。以上报告。好。当初为什么放在这边大水库这边？报告议员哈，因为当时在法令，因为在还没有那个，因为它是比较早期的规定，它里面并没有规定要缴到哪里去。那后来我们有跟中央来做一个解释，说这个是早期的部分，到底要缴交什么？后来中央才给我们相关的法令，说是依照现行的部分要缴交到专款专用的部分。不是，早期是几年前的啦？87年就已经核定。87年为什么到现在才缴交呢？因为他中间我们跟他签订协议书，他一直没有签订，那一直到90几年才。那个杂照的部分才有他后续才有在动，所以那个中间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以前年度的80几年的时候就是这么多钱嘛，是有在增加。他计算呢？这怎么计算呢？他当时有核定一个额度。不是核定额度，一当初不还高嘛？一张我先给你框咧。到目前为止，安尼咁对？审计主任，主任，当初框咧这个预算是80几年，跟人签是600几万的呀。现在是民国100多年的，嘛是这样子，会使吗？主任，不管现在在大水库，你放在大水库不对，你要放在城乡基金。我这么讲，收这样子到底丢不丢？你计算是在哪里？依据那在哪里？现在哪摆嘞？这个话是500多万之类啊？是。我把股票按干丢。80几年的时阵，甲人讲签的合约就是讲500几万，起码100块5年了呀，安尼敢对？
啊，李姓是伊当初伊都爱交啊，是咱今麦甲今麦要交，到现在才交。那个主任，你有了解赵真一点冇？好，你安尼好不好？请坐。我们休息一下哈。大家拢得赶紧的哈。五分钟以后我们再继续休息。
好，各位同仁请就座。好，我们请主任列席报告台。好，陈正南议员。这里港务基金哈，我讲港务基金哦，即个钱伫咱家嘛，哦，伫拨来管政府嘛，哦，啊，管政府甲陪同啊，遐电工所要安那拨，要甲建设啥嘛，吼，啊，甲各拨来咱管政府，是不是这样？好了，简单流程一下。谢议员哈，跟议员报告哈，这个部分大概我们都有相关的部分跟公所这边还有府内各单位哈，大概会诊相关的必要的建设的一个费用，然后再一并跟公所一起来做讨论。不是，他你们讨论好了是吧？还是讨论以前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地方上的三副议长大家共同会不会参加一下？啊。好，这个部分可以参加你们这个分配这个港务基金的，如果来做所有点的再建设。这个部分现在是主要是跟公所做一个讨论。轻重缓急嘛。啊？无啦，你若讲会当参与一下，会当会当会照一下会照，啊未讲的先啊，完要联络嘛。哎，你参与一下，我们能不能参加？啊，这个我们回去来做演绎，一起来说，一起来，可以。对，如果一做有什么这个建议哈，都可以给我们，我们来做一个整理的处理。处理一下，这我讲哈，这我给你做点附带建议的。哦，以后那个港务基金呐，哦，要怎么样分别的时候哈，邀请南湾澳的当地，还有我们苏澳镇的三位议员哈，还有那个镇公所啊，包括南部的哪个地定了哈。我们跟苏东南、苏南、苏东。是啊，我讲那个定，那个不一定啊。你卖想会复杂啦，你要用主代表会主席啊，是你定会定安尼，从啥位啊把它建啦，卖想会复杂。无你有，伊这内底有规定啊，有规定就是爱临近回馈给临近的啊。啊，即马临近的不但无得到这个经费啊，哦，人即马强讲要去包围啊啦。哦，啊你临近的开无半角。啊，拢叫管政府员、甲定工所两个拢提去保养乱开，安尼袂使，一定爱附近的那个南湾澳的那个附近的里吼，有共应用的部分啊，包括苏东里、苏南里吼，这个部分啊一起啦，还有我们三位议员啦，好不好？我是好啦，是惊复杂起安尼。无啦，免啦，这附带决议啦。哦，来 ，OK。啊，搁一条吼，农业处吼。为什么有钱200多万呢、哦？229万6188块。农业处，有来吧？这时间内，这时间内回收的多对。哪一条？23页229万6118块的，前年度的税收收回以前年度的农业处的部分呐、啊，229万6118元，出定加报告。这许多对什么？什么项目？到底在做到？好，请到。解释一下。那主席，谢谢陈议员的指教哈。一届的企业的。包括各公所哈，他们就是中央有补助，中央有补助各公所，包括景观作物的这些田间的管理的剩余款，那还有像壮围渔业生产区的排水路工程，还有办理这个农业旅游相关的品牌行销，非常多项了哈，大概是有20项这样子，那他们。办了之后的剩余款，本来要缴回到中央去嘛，啊，所以这个剩余款是这样出来的。以上报告。哦，好，这真一项的啊，不是。来真一项啦，200几万。那各位同仁，其他的部分还没意见。陈宏喜议员。我来讲了吼，
本来预算数没有的话啊，从这个来以前年度这个啊，请收为以前年度税出这个工商旅游处、公务处公，这暂予保留啦吼。就是讲在下个礼拜一的时阵，甲详细拄来细目情形哦，提给收为议员啦吼。哦。再来就是说红果木业这个啊，详细情形从83年、80几年开始迄、那个规划啦，怎么样吼？你迄个详细情形哦，下个礼拜一，对不对？先暂你保留啦，如果你要盖税也盖税没清楚。好，啊，这嘛是按那计算，哪时候他们申请，哪时候停止？哎，当初那地价税多少？现在一直在增加，啊，是没有增加。好，你要把相关的情形，调了了，再来本那个那再来审议啦。哦，这几项来暂你保留。好，好不好？每节议完了。好。我们刚才陈鸿熙议员哦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其他杂项收入的部分呐、啊，有关于红果木业的这个部分呐、啊，详细的资料哈、哦，请相关的单位各自提供给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安尼对不？无，阿哥一个啊，预算是，起码吼，预算数是零的话吼，请讲迄个预算数。书院什么印刷费，啊，这样小数目啊，没差别的吼。超过10万以上也的呀，请督啊那个农业处该水啊，收为以前年度啊，这类是什么米啊？好不好？好，安尼有啦，安尼我加一个迄个下岗这个人事啦。啊，搁一个迄个啥，建设处有教育处，各国民中小学教育处啊，各国中这类啊，到底是安那？搁农业处。有啦，都这几条，收回收的部分这样，好，好不好？好，这样好不好？各位同仁啊，因为哦，咱拜一个拜二拢爱个报啦，吼，爱个报咱的，这个爱个开会啦，吼，因为咱台风假刚休两天去吼，啊，这两天爱滴拜一个拜二来报啦，吼，啊，谈到陈鸿熙议员，所提出来要这个。详细的资料补足的部分啊，我请各相关单位啊，你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啊、能够将这些资料啊把它补齐。那今天啊，我们的开会的时间就到这边来结束。那等待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我们还有部分的一些会议来继续执行。礼拜一的早上9点半，好、哦，请各位同仁准时来参与，这样好不好？好，没有意见哈，好，我们散会。